你把孩子卖给谁？这么多年你还放不下呀？找孩子是要钱的，我得把你卖了才能有钱。爸，我儿子，我儿子，哦，先生，孩子小叶子就在狗这样的。当天的篮球你也是找孩子的？我儿子。 提供线索的，上十万！知道多少丢了孩子的父母，活得像鬼一样吗？人贩子、猪贩子，那帮畜生的圈子不大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来要债的。你要的是他妈人命债！ 这样的人就得变成劳工，变成狼。有孩子的找到我们这儿来，有出去的吗？我们偷了一个贼啊！我们有好规矩。儿子，慢点开。 有手段，你一会儿会拿到我们要老秦那个东西，你能捉他？今儿他们谁都别想活着出去！住手！你知道人是会发疯的吗？哎，我是压人出村的，还是就地正法？